鸡霸组的。没有炸鸡吧？来，这个就是垫一下第一条啊。啊，如果说刚刚从那边走的话，在这个球上面什么都感觉不到，就和走那个石板是一样的。往左了，但是在这里呢，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这个是天然幸运的，还上去天生石桥，天下第一桥。告诉你，话都还是。